天朝的菜式摆伫桌顶，大家快乐的享用，气氛闹热。国旗乡花莲社区自去年开始，透过劳动部的多元就业团队进驻，将社区的农产做设计和包装，拍出社区的特色。为了感谢因的付出，金华莲社区理事长刘清吉今日特别款菜来感谢因。拄着阮这多元就业这团队吼，来的一开始安尼一段小小短短一段时间啦，你看安尼，甲阮的农产品做甲遮侪。才好，才发展的呢，足侪人来甲你订购呢，互阮社区呢一直留下起来，一直发展起来。我都要下去嘛吼，我算八档下去嘛吼，就讲阮太太就讲，煮一锅来请伊呢。社区会当有今仔日的成果，拢是靠大家的投入。其中有返乡倒来拍拼的青年，也有和华南高校配合设计出来的佚佗物啊，拢是希望借着地方创新，会当真正的将人留伫家乡，也将华南村行销出去。在台北的时候是做饮料的原物料商，刚好来到这边，结合当地的古坑的一些农产品，研发了一些在地的产品。第一套桌游是透过橘子、香蕉跟咖啡三种作物，那希望把他们的生长过程加上他们在环境当中会遇到的一些挑战，比如说虫害啊，或者是天灾啊等等的，是透过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们能更了解说原来农作物是这样子的长大或者是生存。农产品的设计和包装不只会当营销产品本身，最主要是会当创造出就业机会，将在地人才靠到顶，大家向着共一个目标来努力，慢慢社区也越来越闹热。所以我们就从整个的，从这样子才可以实质的把农产品透过加工，然后延长它的包装的整个这些专业的技术，然后再到结合美学的设计，然后整个当产业稳固完之后，你的整个年轻的力量就会进来，然后人就会回来。然后再到老人家的关怀、社区土地的一些维护啊、建设。一好的产品背后所代表的是一群人的努力和配合。因为位置偏乡，华莲社区也比别人更加认真做地方创新，创造属于家己的商品，让大家熟悉地方。未来社区也会继续帮助在地农产做行销。记者陈建华采访报道。